啊，噔噔噔，现在进入摄影模式。哦。噔噔噔。然后那个，好，现在在窗外面讲电话的，就是老板啊，53年次的老板，帮他介绍一下。噔噔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走进房间，噔噔噔，噔噔噔，噔噔噔，好，这个，好，现在要走进房间，好，哎，我们在那个现场录影中，对，刚刚有简介过了。这个老板显然对那个裸女有特别喜好，我有发现那个三楼也有一只哦，刚刚有上去偷看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好，来，钥匙给你。先坐一下。好，先坐。好，先坐一下哈，这样子非常好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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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好。哎，就已经做完毕了。好。不是要出门去吗？对啊，去吃个饭。好，这个进来二楼可以就看到了。远方的宜兰，就会看到远方的宜兰。不过看的不是，就是说不是很大片的哈。OK， 噔，噔噔噔噔。好，我们现在进。房间区，这样叫做什么呢？星辰。噔噔，哦，好，这个就是现在的那个小房间啦、啊。噔噔，噔噔。非常有趣的小房间呢、啊。好，后面有个，好，老板自己家有一个小小的步道，可以走到旁边的河堤上面。对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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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里有个小小的。小阳台，小小阳台，好，早上还在下大雨，现在已经出大太阳，非常好。哎呦，剩下38分钟哎，超危险的。好，这个就是雨势啦。噔噔噔，噔噔噔，噔噔噔噔噔，好。噔噔噔噔噔，去去去！对，那个充电充好了吗？是充好会变没有灯。哎，没有灯啊？是吗？它这么快就充好了？没有啊，是说它充好是会没灯。对啊。还没充好。还没充好，好吧，那就先把它摆着，那我们就先把它关掉了。